火线升空的瞬间，整个大地都在颤抖，巨大的轰鸣声夹杂着人群里的呐喊声，是那样让人热泪盈眶。23:08的发射场，气温低至-18.4摄氏度。我站在人群中，看着火焰的尾焰一点一点变小。我知道，航天员们距离空间站也越来越近。这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人在追梦路上书写的中国高度、中国奇迹。星辰大海的征途，中国航天仍在继续。